一名男子啊，于春节期间至公庙偷窃信众供奉各方众神的金牌，啊，庙方得知后随即报警，警方调阅监视器一度卡关，啊，岂料在调阅的过程中啊，巧遇范闲，警方随即告知庙方范闲落网，庙方笑称早在警方告知前夕，啊，土地公托梦啊，案件将破，无需担心，啊，并肯定警方努力。啊，中正第二分局啊，感谢庙方的辨识啊，及安装良好的电源设备啊，令宵小无所遁形，方能迅速破案。同时在此呼吁民众啊，为保护个人啊财产安全啊，必要保全监控设施必不可少，能有效吓阻不法宵小行窃啊，共同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。